莎娜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当然是要看看今天的四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了。了解一下这对嘉宾吧，各位请看。我们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现在他想和我结婚，可现在他接受不了我的儿子。看到他那么辛苦，我很心疼。我很想跟他结婚。 他一直以孩子的问题推脱，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感情放弃孩子。我希望能陪在孩子身边，能多教会他一点东西，让他感受到妈妈的爱。可是他不理解。他本身身体就不好，我想让他放下生活的重担，让我们共同面对以后的生活。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王先生，五十一岁，来自四川，歌手，有请。梁女士，36岁，来自四川，待业，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儿来是有点逼婚的意思是吧？想跟人结婚，有一点，不太愿意嫁，现在是吧？对。 不愿意嫁的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离过婚嘛，离以后我有一个不一样的儿子，现在问题就在这个儿子上。哦，明白了，您曾经有过婚姻吗？对，离异多久？12年了。有孩子吗？有一个。男孩女孩？女孩。跟谁呢？跟我前妻。孩子现在多大了？ 23岁，结婚嫁人了吗？没有。关系好吗？跟闺女？我闺女她心里有障碍吧？哦。同我好一点，同妈妈同在一个屋檐下，形同陌路。为啥啊？性格特别极端。哦。经常发生冲突和摩擦。哦。您离异是因为什么呀？主要是因为我前妻那个性格吧，太过暴躁了。好，您。 36岁是吧？孩子多大？孩子今年15岁。男孩女孩啊？男孩。跟着您还是跟着孩子的父亲生活啊？我们离婚的时候，那个抚养权是在他爸爸那里。哦。但是他一直都和我生活在一起。这个您离婚有多久啊？离婚9年。您离婚的原因是什么方面说吗？就是和他们家人都和他爸爸吧感情不和。 那你们两位是咋认识的？在什么时候认识的呀？是我们在，就是离婚之后，我租房子，他也租的房子，他租房子住在我楼下，我在楼上，就那样认识的。上下楼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对。那哪年开始谈恋爱的呢？2018年。谁提出来的呢？什么契机啊？我提出来的，因为本身都是好朋友嘛，上下邻居嘛，我们都。 都像闺蜜这种关系一样，无法不谈，都有共同的不幸的遭遇，尤其是婚姻上。然后我有一天跟她说：“我说蓉儿，我们就在一起吧，我们同病相怜。”相互关心，您就同意了？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我不知道她是一个歌手，因为第一眼给我的感觉就是她喜欢在外边玩的那种人。 整的每天吵都不能了那种，我自己想找一个就是比较踏实一点的人。他跟我说过很多次，后面有一些了解，他也不是那种在外面乱玩的人。然后我就试着交往一下吧。这一交往就交往到今天了，3年了是吧？对。现在他提出这个要结婚了，怎么反而您却步了呢？就害怕了呢？不想往前走了，是为什么呀？其实结婚，我也挺想结婚的，但是。 我那个儿子，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怎么了呢？他出生的时候，因为生过病，当时用药的时候就是伤了大脑，怎么说呢？有一点弱智吧。生活能自理吗？生活现在在我每天那种教他，现在还好。您介意这个吗？之前跟他说过这个事情啊，我说儿子的事情，肯定我有这个责任，但是呢。 现在他搬到我们家来住，他说把儿子带过来，带过来我们家总共只有3个卧室，因为他长期失眠嘛，因为这个儿子的事情，我估计受了一点心理的。
所以他现在都成了那种愤世魔王了，白天睡觉，晚上通宵在家里当游神，玩手机，上网，看电视。我把他叫他到我们家来做了一个月，我把每天跟他把早饭做好，他就不起床来吃，睡到十二点都不起床，都把我气得没办法了，就打了他几下，用他都搬回他妈妈家去了。曾经我们去成都华西医科大学那个医院去找过心理专家，我什么办法都使气了。闺女儿到医院去看了之后，华西医科大学有诊断吗？主要是抑郁症吧，平时现在都靠我偶尔给他打点钱过去，长期都吃外卖。所以女儿还要你养对吧？是的，基本上是靠我维持她的生存。所以您这负担还挺重啊。我只是讲了一点点，主持人。我家里弟弟妹妹都靠我。为啥？妹妹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离婚了。我们那个外孙又特别可爱，我特别喜欢我的外孙，说这个小孩子我也在关心。还有我弟弟，我们那个侄儿读书也特别好，成绩。我之前开了三家北京不鞋店吧，在我们江油市啊，我都分了一个店给他，让了一半股份给他，说现在都靠我的店的维持他们家的生计，我的负担很重。他说的这些你都知道吗？他都知道。我知道。不是我没有责任没有担当，我不是说您没责任、啊、真的不是，我不是说您没责任啊，我已经尽全力了啊，我自己在逆境当中长大。所以说基于这种情况，我不是嫌弃这个孩子，因为我这个孩子给我当孩子带来了这个伤痕累累，又面临这样一个孩子，和正常人不一样，他要带过来一起住，我说我们家的卧室总共只有三个，怎么住这个问题。那您怎么想呢？我放不下我儿子，我希望他能接受儿子，就算我们现在经济条件不允许，但是我们都是好脚好手都可以去创造。但是孩子现在正处在青春期，我必须管他，从小都管到大了，现在不管他就为了自己的生活不管他，我也做不到。我提出另外一个假设啊，因为家里面等于有两个小问题少年嘛，对吧？一个带着女儿，一个带着儿子，组成一个家庭，你们愿意吗？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愿意，因为我觉得大家要在一起生活，他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那我也希望我的儿子是他的儿子，咱俩结婚了，他也是孩子的半个父亲，对吧？不管在教育上或者是关心上，我都希望有一点，不是那种你的女儿是你的女儿，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我没有这种观点，你的孩子、你的家人、的朋友都是我。视如己出，绝对是这种人。不是，人家就是要带来嘛，你接不接受嘛？接受，但是我跟他身份商量的，主持人，我说我以前是歌手嘛，很多朋友都叫我搞了个直播嘛，为了生存嘛，我打算回家之后就重新开始学习直播方面的知识，然后通过直播啊，可以改善我们的条件，在条件好的时候回我们放个房，把儿子接过来，专门给他一间卧室啊，或者找一个保姆可以照顾他。你的前提下是我们俩之间就必须要挣到钱然后才接儿子，挣不到钱的时候那就不管孩子吧。那现在这个问题，孩子住哪里？只有三个卧室，我们又没办法住在一个。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那咱俩要在一起，我可以跟你一起住呀，这个习惯是慢慢可以改变的，只是它有一个时间过程。那咱们现在再退一步啊，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咱们先维持现状嘛，先不结婚行不行啊？我就跟他商量过了，我说暂时孩子就在住在婆婆爷爷家里嘛，他是净身出户，他什么都为别人着想。他说我前夫现在生了两个小孩，没有时间照顾这个小孩。我说你前夫他是男人，他条件比你好十倍，你还是待业，还是租住的房子，为什么不让小孩住在他们家？我们偶尔有空的时候接过来，星期天节假日都接过来，带他去游山玩水都可以。
你非得带在身边，带在身边我们怎么生存？难道你就长期照顾他，我们都不生存了吗？不工作了吗？他的这个问题你考虑过吗？他的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就是刚才他说的这个解决方案和方式。我不想什么接他就是去游山玩水，他本来就是一个特别的孩子，需要我去教育他很多东西，我去教他，对他在他来爷爷奶奶家大不了就是吃饱穿暖，该教的东西他教不了，我放不下他这些，他现在没有在我身边，但我心里每天都牵挂着他。我问一个问题吧，可能比较残忍啊。嗯。在这个男人和儿子之间做选择的话，你会怎么选择？我知道他肯定是选择儿子。我会选择儿子。那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啥呢？都有答案了还来这儿干嘛呢？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三年了，我也希望有一个结果，我觉得我和他我什么都可以陪他，不管做什么，包括他说做什么直播，出去创什么业上什么班我都可以，我可以忍受您的家您的父母您的弟弟妹妹您的，因为他家里比较复杂这个事情。刚才他讲了，我们听到了。我全部都可以面对，但唯独我就想着，我能够把孩子接在身边。好，我再换一个问法，是不是如果一个男人能够接受你和你的孩子，你就可以嫁给这个男人？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因为是这样就不会和他走过三年了。啊，就是这个男人身上什么东西是吸引你的？首先他比较对我肯定是比较好，嗯，很爱我，嗯，另外就是对身边的人对自己的家人很好，所以他的那部分对身边人的那种责任心让你觉得很看重是吧？嗯，好，所以讲到现在我基本明白这两个人是为了互相取暖嘛，我也能理解为什么说啊，我们有共同失败的经历，我们有共同相通的一些经历，所以能在一起嘛，就很吸引，对吧？我在他身上看到他对他家这样的孩子这么努力的付出，这一点感动我。嗯，最初就这一点。他最吸引你的东西，现在是你最不能接受的吗？就是他对那个孩子的好，他的那种善良，他的那种耐心。现在恰恰是你们进入婚姻最大的一个拦路石，对不对？对，今儿可是个大难题啊，特别考验四位老师的智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伯鸿兄，你刚才的言语当中，我已经分明的感受到，你不是说不接受这一个孩子，你已经表明你不愿意承担这个孩子的责任。这个我们不需要再找任何的理由了，我们都是成年人，什么两年以后经济状况更好一点，这样的孩子对生活没有奢求的，只是对家庭的爱是有奢求的，是需要照顾的，这种照顾不是一年两年，你心里也要想清楚。如果你希望他的妈妈和你一起生活，那一个家就是这个孩子的家。所以今天这一个难题，我认为今天在爱情保卫战，你们还真是需要明晰的面对，然后明晰的做一个抉择，做一个取舍，好吗？谢谢伯鸿兄。严老师，这个先生是一个好人，但我真的是觉得你生活的诸多苦难固然是遭遇，但有些是你给自己加码。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但是你梳理一下你的人生，你的弟弟你要管，你的妹妹的孩子你要管，你的母亲要管，女儿要管，女朋友要管，女朋友的儿子要管，你梳理一下哪个当管哪个不当管，哪个最该管哪个该放在最后管或者不管，你把你的人生稍作梳理，其实你的苦难会减少不少。我们不是救世主，
一个合格的人，首先是承担我们该承担的责任，并把这个责任做好，再去做其他的，量力而行。特别简单，一，女儿，女朋友放第二位，先不考虑，第一位先考虑女儿。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如果她心里有障碍，情绪有问题，有病症，最需要的就是父母的陪伴。别说一个月，陪一年，陪三年，能让这个姑娘走出阴霾，走出疾病，能够重新走上健康的生活，什么都值。谈什么恋爱啊？还恋爱有那么重要吗？换句话说，咱们遇到真爱了也重要，对吧？成家咱也重要，咱也得活一把，自己也不能全都为别人。第二是未来的妻子，你妻子的孩子就是你的继子，你逃不过的责任。老母亲还得你们兄弟姐妹三个人轮，为啥都是你的事儿啊？我话说的是糙了点，但你认真把你生活排个序，你就没有那么大的苦难。女士，我觉得就给你一点建议，你要学会借力。你为什么要净身出户？带着这样一个孩子，当初就不该选择净身出户，好歹也要一套房子。那既然我们做了这样选择，我觉得你是一个伟大的母亲，那你一个人能不能承担所有？自己没有稳定的收入，是不是应该跟孩子的爸爸多要一些经济上的帮助，爷爷奶奶搭把手，咱们共同去抚养一个孩子。这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这孩子也不是未来你老公一个人的，这孩子是你们一个大家庭的，包括这样的孩子也是社会应该帮扶的。你去借力，你的生活也会简单一点，好不好？哎，调理顺了再说结婚的事儿，好吗？我希望我们生活在困难当中的朋友都能够增长智慧，有成长，让苦难变得稍许轻松一点。祝福你们吧，辛苦了，都不容易，谢谢。谢谢杨老师。徐总，先说女生，这个男人不适合你，因为他太好了，他好的没有原则，没有界限，对你来说就是不好。他明明答应你今后要带着你儿子一起生活，他明明是看重你对孩子的爱而欣赏你这个人，但是一旦动真的他做不到了，因为他没有精力，他没有能力了，他很惨，他自己都哭了，都说原谅我吧，是我真不是不负责任，是我做不到了。这样男人做不到的，你就离他越远越好，赶紧去找一个有责任心并且有能力给你爱的人去。这位大哥，你刚才哭了，但是你被自己感动到了。老师，你没有我这种感受永远不知道。你成就了很多的人，对不对？是不是？是的。你想说明这一点，对，你的弟弟，你的妹妹智力有问题吗？身体有问题吗？心理有问题吗？告诉我。身体是没问题，但是他们这种状态我和正常人不一样，那就是他们心理有问题。好的，请你先解决好你们那个常人的身体。听我说，请你先解决好你所有的问题之后，你认为有资格跟他说我爱你，我给你想要的，你再去找他，明白吗？接下来我教你怎么解决你的所有的问题。刚才严老师说了这个重要层级了吧，解决你现在问题你做两点就做到了。解决你女儿的问题，谁是救星？谁告诉我？只有我。不是你，现实当中不是你，你把女儿给赶走了，你受不了女儿这样的，对不对？我告诉你，她是救你女儿的救星，她怎么对她儿子，你学学，这是样板，这是你的参照物目标，你要能做到，如她对儿子几分，你的女儿也会比现在好得多，这是第一。第二，你在情感方面越位了，你越帮你的弟弟，越那么帮你的妹妹，他们就越这么发展下去了，他们绝不会觉醒的，因为他们始终觉得我一哥呢，我也不是让你一下就撒手对你的弟弟和妹妹就不管了，但是也懂得方式方法，在你力所能及的时候去解决这件事情。如果不行没关系，不行没关系，放这个女人走，明白吗？因为你给不了她更多，给不了就走，否则你就自私，就这么简单。我还告诉你，如果你给了，受益的是你和你的女儿，明白吗？就这样。山大老师，原谅我说话有点难听啊，王先生。没事。您的爱和善良都是假的，对他你一点都不爱他。
你就是自私。因为他能干，因为他肯吃苦，因为他经历过苦难，所以这样一个女人很会过日子。你就是要对他占有，把他一个人搬到你们家来，和你一起分担你的苦难。你根本没有考虑过他的苦难，那是他唯一的命根，你让他和他的命根分开，你爱他吗？你也是傻。一个男人跟你说不要带你带你的孩子，让你把孩子送回他爷爷奶奶家，这个男人是爱你吗？所有他的苦难我们承认，他很难，他很不容易，这边是女儿，那边是一大堆的亲戚，可是到了真正他要选择和你结婚的时候，连你的骨肉唯一的命根子他都没有办法接受。妈妈怎么可能抛弃儿子？这个世界上哪有这个道理？儿子不是你们结婚的障碍呀。当儿子如果能成为结婚的障碍，这个男人还值得嫁吗？我告诉你，真正爱你的男人，不论什么样的条件，不论有没有条件，也一定不会让你说出一句话，让你和你的亲骨肉分离。越是涉及到这种伦理道德题的时候，越是不能用道德来做衡量，因为一旦用道德做衡量，我们发现就扯不清楚了。为什么会激动会冲动，其实都来自于这儿。在中国有一些当哥的就是这样，我自己好了，一个家族，别说我这个家族了，我更大家族范围的事儿我都要管，这大概是中国人宗族血亲观念的一个传承的方式，这也没有错。你用现在的东西排序，这肯定是错的，但是你说从传承来说有什么错呢？没错，谁对谁错说不清楚。我说的对吧？这是我说的第一层啊。我说的第二件事，我觉得也挺给我有启发的。我采访过这样的母亲，就是大概在采访实践当中很有意思，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逃跑的大多数是我们男人，就是爹跑得特别快，谁守下来了，就是莎娜老师说的那句话，当妈的怎么会放掉自己的儿子呢？所以大多数这种家庭最后撑下来的全是母亲，这就回到这个本命题上面了，就回到他们的问题上来。你发现他给予的所有帮助都不是陪伴，给予闺女的不是，是钱；给予弟弟的不是，是钱；给予侄儿侄女的是什么？我经济上多给一些。他在精力上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去完成了，自己都活得痛苦不堪，觉都睡不着了，他怎么还有精力去管旁人？包括他那个女儿，他不想管吗？他想管，他没有那个精力。我只说事实，就是人在碰到最困难选择的时候，我们就平心而论就行了，就把所有的私心都抛出来放在那儿，放给对方看，咱们就把私心谈透了，不就可以很好的过日子了吗？这问题不应该跑到我们这儿来讨论的，这个问题应该你一个50岁的人，你跟他坐在一起，你们俩来规划的。你没有办法吗？你有办法，你害怕了，你没有精力了。儿子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别口口声声说爱，你对他的最高规划是什么？你能陪他一辈子吗？陪不了一辈子，就是在我有限的时间里能多教他一些东西，我希望能就是能教会他多一点生存的能力。对，那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让他得到生存能力呢？你教就是最好的吗？就我们把这些问题列在这儿，你会发现你们没有那么挣扎，没有那么纠结。你可以不把他的孩子带在他的身边，没问题，你信不信？对于一个15岁现在的这个孩子来说，以他现在的智力发展水平，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什么地方是帮助他提升能力最快的地方？我觉得他就希望跟我在一起。不，那是你的想法。他如果跟你在一起，他永远长不大，他不可能变化。那我们就讨论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你没有去想啊，你的方式就是，哎，我们先那个，我们过2年带他来耍。那应该两个人共同去给这个孩子找啊。你们也没有去真的很认真的去找这些地方，没有。没有更好的给这孩子规划过，现在妈妈的规划就是守在你一辈子，那你别结婚了。
他又不是那种男人，那种男人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有没有？中国山东有啊，带着前夫嫁人啊，人家那个丈夫愿意接受这一切啊。你这个男人不是啊，他的各种条件不允许啊，经历上不允许，经济上不允许，光有爱也没有用嘛，回到现实生活嘛。所以要想两个人在一起，你们得想解决方法，不是在这儿抱怨。一定有好方法，有很多人想出了很多好的方式，包括面对这样的孩子，怎么去提升他的自理能力，怎么跟前夫协调而不是置气，我们共同的坐下来谈这个孩子的未来。因为你要想清楚一点，你不可能陪他一辈子，你还要再想清楚一点，如果你想更长时间的陪伴他，这个男人绝对不适合你。我不说爱不爱，我只说现实。50了，15年以后你儿子30，还是这样，还需要你照顾。你那个时候50，就是他这个岁数，他那个时候快70了，你照顾谁？照顾哪个男人？我们都说现实问题，我从来只说现实问题。你考虑吗？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我就是之前说过的，就是我们现在努力把自己条件改善，然后接过来叫请一个人照顾这个孩子。他不可能每天都照顾这个孩子，葬送自己的一切，工作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为这个孩子付出一切。这不就是我刚才说你的吗？你摆平事物的思维都是用钱，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尤其是情感部分，有些东西真是钱摆不平的，对吧？这个问题你先想清楚再说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不管我们未来是什么结局啊，是不是夫妻，是不是恋人，你的事情我都还是像以前一样，绝对是关心的，尽我力所能及的能力去照顾。当然我还是希望你现在啊，以我们的爱情为重，家庭为重，在我们条件好的时候才有办法关心到周围的亲人和朋友。谢谢两位的体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这个预测一下吧。我认为这个女生不会出来，为什么？因为男生说的和做的是不合拍的。哦，她心里也明白。来，严老师，先预测啊。我估计他们两个都会出来。双出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女士也是很希望能有一份情感和一个家庭，她此刻可能最渴望的是这个。儿子事情一辈子都要去安排，可以慢慢安排。那你自己的期待呢？我期待他们两个都不要出来，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不属于有能力足够靠爱情去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对。来，徐总，先说你的期待，再说你的预测。我的期待是双出，但这个双出背后是说一定要改正刚才他们各自的问题，他要做一些减法，他呢要做一些加法，把儿子接回来，因为他们这么做对他的儿子，对他的女儿都是有好处的。事实上我觉得女生可能不出，男生一定会出来，因为他家通常就觉得咱们不理解他，男出女不出是吧？是的。来，商大老师啊。我觉得他俩都会出来，就像我说的，这个男生他是一个要面儿的，就是他希望他的苦难被所有人知道，然后所有人都他觉得他了不起。对于女生，其实我刚才没愿意说太多，就是我觉得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挺不容易，但她其实也是自私的，就是她也想要自己的生活，但这人之常，常情理解，都理解，所以她也需要一份爱情，就她也是真的喜欢这个男的。对，在你心里面你觉得最好的现实的
答案是啥呀？我觉得暂时不结婚，两个人可以继续交往，就是共同努力，就是不一定非要用婚姻关系来束缚他们两个人的感情。维持现状，对，维持现状，你也可以把孩子接过来。你当时没跟他交往的时候，不是也自己带着孩子自己住吗？这不挺好的吗？所以我觉得，就把事情非要往拧巴了弄，就没必要。维持现状，不结婚也不代表不能爱着呀。好，听明白了啊，来吧，咱们看自己怎么选吧，请开门。我和他认识三个月就结婚了，一直就知道他有个儿子，但是孩子并不接受我。现在儿子也大了，他一定要我们住在一起，非常尴尬，而且家里经济压力很大。我觉得现在还年轻，想去南方打拼打拼，但他不仅不跟我去，还不让我去。我之前有一段失败的婚姻，在离婚的十年中和儿子相依为命，但现在我的年龄越来越大了，只想在老家稳定的过好日子。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一点不为我和孩子考虑。现在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不知道这么快结婚是对是错。有请这对夫妻，有请。韩先生39岁，来自黑龙江个体。杜女士46岁，来自黑龙江自由职业，有请。欢迎两位啊，这是算老妻少夫是吧？结婚多久啊？1年多。认识多久结的婚呢？3个多月。认识3个多月就结婚啊？那不就是闪婚吗？您以前有过婚姻吗？没有。所以您是初婚。您以前有过婚姻吧？有过。那您怎么会这么快又婚了呢？我离婚10多年了，带着一个儿子，也是通过亲戚朋友认识，觉得他这人挺好的，心眼好使、人好心眼好，所以下定决心要嫁是吧？你是怎么下定决心娶的呀？因为我母亲朋友介绍的嘛，我母亲先看见他，觉得对他很满意。我在外边外地工作嘛，我就回到家里跟他见面，完了见完之后我也觉得他很温柔大方得体。那您孩子多大呀？今年20。那就是说你们相亲的时候孩子19岁是吧？那不就是个大小伙子吗？是儿子吧？是。那儿子怎么样啊？刚开始先儿子是反对的啊，那肯定啊，就是他不让他跟我在一起。通过一般其实我儿子反对的原因，因为我先前那段婚姻是很不幸福的，也是经常吵架，不然的话也不可能离婚，也经常有矛盾。但是就是从过完年以后，孩子就是
我就教会我们身边，年前没回来，在外面打工。回来之后发生了什么？过年以后就回到我们身边了。跟我发生了矛盾。哦，就是儿子跟您发生矛盾了啊？发生啥矛盾？就是刚回来的时候吧，对他嘘寒问暖什么的，该带他玩，他就是睡个懒觉什么，我也不说。但时间长了呢，我觉得就是这种习惯不算太好，就是晚上玩游戏。其实现在年轻人的话，就是睡懒觉，我感觉很正常。早上还不起，叫不起来。我做好饭，叫他起来吃饭都不吃。哦，孩子就是这么大了，应该能知道几点是正常的起床，不能太贪玩，是不是？我说句话啊，不一定对啊。这孩子这么大，不应该自己出去了吗？都打工，干嘛还住一起啊？住不到一起就让他出去不就完了吗？不管多大的孩子，在我心里他永远就是小的。他就是太溺爱他了，太宠了。我不是溺爱，在他小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没有父爱了。我就是希望他有个父爱，虽然说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是继父，但是你约束他的，我就认为挺过的。那孩子20岁了，为什么不让他出去独立啊？因为我怕他学坏了。哦，妈妈担心大儿子出去学坏了，希望自己的这个丈夫，孩子的继父，能像个他要求的继父一样对儿子。继父呢，倒也不见外。我既然是你继父，我就得管你，老子就得管管你。对，我得。结果给儿子管反了，是这意思吧？啊，听明白了，这是第一层冲突在这儿，还有别的吗？啊，其实他挺大男子主义的。啊，怎么大男子主义？就是。我们上班，我的同事说这个女孩，你是个大笨蛋，你就是搬个箱子你都搬不动，你就是你吃这么多饭，你长着一身肉，你白长了。我那只是跟他开了句玩笑，我也没当回事儿。其实是我觉得你是开玩笑，但是别人不那么去想。那有什么想不想的？他们愿意怎么想怎么想呗。咱们他就认为就是你在挖苦他。再说一个小女孩，你那么说的话，很多人他都在面前，他根本都吃不住的。您二位现在在一个单位工作是吧？对。哦，就是他会跟同事说话比较直是吧？他不光跟同事，跟就是说的这些哥们儿当中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总说就是小时候那些丑事儿。说人什么？人家小时候就穿开裆裤，又上是那个谁家去？那很正常嘛，因为我现在40来岁，是不是？我们在一起坐一桌喝酒吃饭，那不聊以前聊什么呢？对呀，你聊未来，聊未来，现在已经有的都他们都定型了。我跟他们跟我聊不到一起去，我有未来。你就是认为你的想法啊，你就是总想我就是我所做的什么事都是正确的，别人做什么事都是错误的。那我就是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也认为我是错的。本来就是嘛，我心直口快，我说的都实话。你说做家务，让他洗几件衣服，我说明天早上我还得穿，是不是？我说你就给我现在就今天晚上洗了啊，等第二天早上起来呢，我一看衣服上染上颜色了。你把唯一的一件白衣服给染上颜色了，你说让我怎么整？完了，我第二天我还得……那我不是故意给你染上的。如果说我要知道那个颜，我要知道那个衣服掉颜色的话，我不可能放在一起我去洗这件东西去。就因为我要用它，所以说才让你去洗嘛。那你为什么自己不去洗啊？你非得让我去洗呢？染上颜色还是我的毛病。他对您好吗？还行。他对你大男子主义吗？有。哦，就是让你干点活是吧？就大男子主义。行行行。本来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就不好啊一个月你要去掉房贷，还有就是还欠款啊，一个月剩下来生活费也没多少了，就那么点钱，1000多块钱，交到他手里，他可倒好，不到几天花光了，买了一大堆香水回家。哪个女人都是爱美的，我也一样，我也是热爱生活，我也是爱美。那我买香水的话，我就是说的像人家我买。好几百、好几千的了，我没有买那么贵的。那你不，你买完了你就喷喷身上，出门喷喷身上不很正常？这我能理解。那你不能喷满屋子都是啊？那我一进屋，下班回来一进屋，闻的满屋都香水，都直打喷嚏，晚上睡觉都直打喷嚏，睡不好。那我就是我跟了你了，我连这点自由权都没有吗？我买啥的话，我还得说的，你这个香水你闻闻，你喜不喜欢这个味儿？我去让你去闻去，完我再去买去吗？你呢就是爱慕虚荣，装的洋蒜。我不是爱慕虚，我怎么能爱慕虚荣呢？哎呀，我跟你的时候，你也是没有什么，是不是？你就是好高骛远，
你这个你知道吧？我怎么好高骛远了？谁不想多挣点钱？你自己的意志去做，你听过我的吗？不是，您说说他怎么好高骛远，我们听听。我不让他弄啥，他非得弄什么。啊，您不让他弄什么，他弄什么了？啊，开了一个店，一个烧烤店。啊，东北不就是那种烧烤吗？对，东北烧烤可出。在南方哦，我说的前女友在南方，然后呢？然后呢？他过生日自己一个人感觉很孤单，因为他没有什么朋友，身边没有什么朋友。那我过生日的时候，他没给我买过礼物，他前女友过生日他给买礼物，为什么？那我很正常，你过生日前我是24小时陪在你身边，是不是？我又带你看电影，你是陪在我身边了，但是感觉不一样。你买的东西和你陪在我身边是两个概念。我只是买了个礼物，买完礼物你发现了之后，我就给他全部联系方式都删除了。不是，已经不联系了。是您在婚后还给前女友买礼物，还是曾经给前女友买礼物？婚后。这，那为什么还给前女友买礼物呢？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感觉他给我打电话嘛，我感觉到他挺难受的，挺孤单的，我就买了一个小娃娃在网上。你那不是感觉到他难受而去孤单，你是还是有那种怜悯你。哎，你也别光说我，你婚后之后你和你前男友不也联系吗？不一样吗？那么为什么总往我身上赖呢？我好全是我毛病似的。我前男友事先我是不是跟你说，我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不是说了我身份证丢了？我身份证丢了的话，我办银行卡的话，必须得有这个身份证的那什么，我才能办。我是不是跟你说了？是，都到我说你等身份证完事儿之后你再办银行卡。我就是说的，我让他把这个卡给我注销了，我现在有你了，我可以用你的身份证，我再去办一张卡，或者我的身份证办完以后，我用我自己身份证。对呀。那我都已经和你解释了。那解释为什么三番两次他还给你打电话联系你？如果我那天不回家，那就凑巧接到了这个电话，是吧？他给你打电话，还让我接了。你在做饭，我接起来了。他头一句就来一句：“亲爱的，你怎么样啊？现在生活的？”那你说要我心里怎么理解啊？那我指定跟他吵啊！你听错了，那是亲，那不是亲爱的。那你听错了，那是亲。你就是说的正常，现在就是在手机里头都那个亲。这不太正常吧？根本就不正常嘛，对不对？我寻思我就跟他吵嘛，我说你在哪儿呢？现在人。是不是？我说咱在哪儿见一面？是，那是不是就是从那个事儿我就已经跟他不联系了？你不联系了，那你说你在家，我出去挣钱，你在家呢，拍那个视频直播，完我晚上回去了呢，累得要死，是不是？你还上我跟前来炫耀来？你看看这谁谁谁给我刷礼物，谁谁谁。其实我拍视频直播，我也是为了家的一份收入，本身就是说的还有外债。家里的条件不那么好，我也是想挣点钱。但是咱是一个正常生活的家庭，为了家的需要，我不喜欢这些。我也是在给家挣钱呢。那你呢？你在手机上你看美女，你看美女，你翻来翻去的，你眼睛。那我看视频，这只是一个缓解压力的方式嘛。那我就是说的，
直播的话，那你多看看我不行吗？有女的，不可能光是男的在那播呀。那你多看看我不行吗？那要是我直播的话，男的看很正常。我天天早起也看你，晚上回去也看你。我如果眼疲劳了，我如果没有念资料的话，我就闭着眼睛听。我基本觉得这就是21、22的两个年轻的姑娘小伙子在那干仗，你知道吧？你们可是应该有生活阅历的人了，怎么还这样？一个46了，一个也快40的人了，对不对？他非得要去南方。哦，你要去南方，一个人去还俩人去啊？我希望他和我去。这不是没啥，两个人一起去南方，去南方干啥呀？我再问。我想就是再挣点钱，就是挣点小钱啊。完了，我再整个实体啊，到南方打工。你都不是那块料了，你为什么非得要去干实体呢？那你就是说的平平淡淡打点工，一个月挣几千块钱的话，现在这个是不是挺好的？还能拼一拼，还能整呀？嗯，咱俩打工的话，一年也不少挣的。你要坚决去南方，我指定不会跟你一起去。那你啥想法呀？我希望我留在北方。他要执意要去南方的话，我不可能跟他去。为啥不去呢？这两个人到南方打打工，开开心心的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着。因为我对他就是不，确实真的不放心。你不放心你就跟我去吗？你是不放心他还是舍不得儿子呀？你跟我说。不放心他。不放心他，所以陪着他去不就行了吗？我都马上快到50了，我真的不想再去奔波去了。您不是才46吗？还有4年就50了吗？您不是还没到50吗？你要这么早这么想，就不应该再结婚呢。人家不是还年轻吗？人家还不到40呢，陪着呀。这，那咋着？离婚？不过了？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个难题呀。虽然我今年已经46岁了，但是我还有一颗少女的心呐！你们快点拯救一下这位大姐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问两个基本事实：现在在家里，
两个成家，其实我们能看得很明白，最初就是各取所需嘛。先生觉得，哎呀，我这也奔四十了，我找一媳妇儿回家，贤惠成熟，还能帮我照顾我妈，还捡一大儿子，将来能给养老，就娶了吧。女士也是呀，这挺好呀，遇着一单身比自己小，高大威猛，没孩子没负担，都觉着是冲着占便宜去的。真的，恕我直言，你们结婚的时候为什么三个月闪婚？那其实背后偷着乐呢。哎呦，我可捡了一个便宜啊。抱歉，你们都没想着娶了这么一个人回家，或者嫁了这么一个男人，你要为他做些什么牺牲和付出。所以现在就问题来了，我还比较相信女士的这个第六感，你要真去了南方，还真可能出事儿。因为首先你就不是基于特别爱这个女人娶回的家，是功能型的媳妇儿，感情还没来及培养你就要出去，再加上你那前科，还跟前女友暧昧不清，给人家送玩偶，那是你该做的事儿吗？你是39还是19啊？轮得着你同情前女友吗？轮得着你去爱她、宠爱她、心疼她、给她送礼物吗？俩人不能相处了，可以当朋友吗？谁说你能跟这个和你索取同情关爱的女生做朋友了呢？你妻子允许了吗？她不知道，那是后人发现他不知道你就可以做这样的事儿啊。你的心根本就没有死，你根本不是为了爱娶的他，你随时心就是打开的。你去南方再出现一个小姑娘说，大哥呀，我一个人在异乡漂泊好孤独呀，今天我过生日啊， 你来跟我吃顿饭吧，你抬腿就去了。不能。所以我相信他的感觉是对的，你还真不能跑，你真不能去，去了就跑。你就算不跟他离婚，你在外边惹出家花花草草，受罪的是他。我也没有多跟你说的了，反正我坚持，如果他去南方就出问题。好，他要非去，你就跟他散伙。谢谢严老师。徐总，去南方都安排好了吗？有点计划啊。做什么了？做什么安排了？先找个工厂打打工。你找了吗？正在找。怎么找？电话找？网上找？对，网上。那让你不去南方有什么条件吗？你可以不去，那边也没有安排好了，说你来吧，这边有一特别好的工作，也没有。你也是39的人了，也应该成熟点，你也陪也陪过了，也知道这么一个大北方都容不下你这么一个人，怎么可能呢？你又不是盯好了哪有一个项目一定得去那儿做，没有，有你就会跟他说了，条条框框跟他说了，你看这是前途，哎，人觉得靠谱才一起去呢。你也39了还这样，你以为是19岁呢，因为他儿子呢出去打一工就可以，那讲究前途吧，那工厂就在那儿去打工，你怎么回来？你什么时候回来？有规划吗？北方你找不着一份工作是吗？是吗？有工作。有工作吗？现在你不跟他跟一个公司吗？对。所以你到底图的是什么？说清楚了啊。多挣点，南方的多挣点。那这份情重要还是那挣多挣那点重要？哪个重要？我认为你就是想逃避，那又没有什么大钱等着你去挣，你现在过得不也不错吗？两个人在一起，如果以挣钱为幌子去逃避的话，压根这问题永远会存在，你永远也回不来。好好想想嘛，太幼稚了。这么幼稚的一个老公，你嫁给他，你心里真是，你胆儿真够大的。也许那边有什么工作，好工作，压根都不知道就要走，这是39的男人应该做的事儿吗？审视一下你们的感情，如果他是一个不成熟的幼稚的人，你应该该离开就离开了，因为闪婚闪得有点太快了啊。就这样，谢谢曲总。山大老师，哎，你没想过要孩子吗？你没有自己的孩子吧？没有。39岁了没想过要孩子吗？没有。为啥呀？因为我觉得要孩子可能自己养不起。我觉得你不是给自己找了个媳妇，你是给你妈找了个交代，说这个妈也别催了，你看过来也挺好的，能照顾家能照顾您，然后你就可以当甩手掌柜了，浪荡惯了嘛。然后女士呢就很简单，46岁的年纪，16岁的心，以为遇到了爱情，其实呢你想要看中人家的色，
但人家也是利用你呀。你都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了，然后没明白自己到底要啥，一个都没有过孩子的人，让他给你21岁的儿子父爱，想什么呢？他跟他都能称兄道弟了，所以我觉得你俩散了吧，就谁也别耽误谁，因为都是各有所图，当你发现你所图的那个东西其实你也图不到啥的时候，这个感情就慢慢破裂了，然后还阻止了各位的人生，别的没了。谢谢莎娜老师啊，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嘛，就各让一步吧。您想一件事行吗，大姐？46岁了还能把衣服洗不好，一个单亲妈，你不太合格哎。你的生活也不太独立哎，您需要好好成长。39岁，想做一个20岁男人的爹，你差点力量，你连个媳妇儿都娶不了。说句实话，没你妈，你连媳妇儿都娶不了，你就跟人做哥们儿就完了，管太多了。踏踏实实的吧，前半生都过完了，能过成什么样你们不清楚吗？脚踏实地，两位的婚姻就是不实事求是、不脚踏实地的一个后果产物。咱既然这样了，为了这段婚姻，为了这段感情，为了未来的这个陪伴，咱脚踏实地，接受一切现实，该咋地咋地，收收您的少女心吧。哎呀，我没有买，这小房间里面喷好多好多的香水，一个月就1000多块钱的收入，你不是想着怎么好好的提高收入，在哪儿跟他较劲，香水喷到哪儿了，你也就这样了，别去南方了。曲总那句话我特别认同，这么大个北方容不下你了。就是好多人觉得说我在这个城市活不好，换个城市一定活得好，你记住了，你在这个城市活不好，你换哪个城市你都活不好。结婚了，收心吧，彼此体谅。离婚多年，心也是飞的，把你那颗心也收一收吧，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你们俩就不要再分手了，你们俩再分手成本太高了，那老娘会气死的。这儿子不争气啊，娶不到媳妇儿没本事就得了，找我给你找来了，你还能让他跑了？收心吧。我没啥，我就觉得挺好，他们俩在一起收心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过日子，照顾老娘，安于现状的过日子。最后唯一的提醒就是，儿子可别再留在家里了，你要还想要这段婚姻，就让儿子赶紧出去，再留下来你就给你的老公留了个仇人，指不定未来的生活咋样呢。一起进入真情60秒。媳妇儿，我想跟你说是我爱你，是真的真心的，不是说娶你就娶一个老妈子，就是照顾家的保姆。但是我也真心是希望为了咱们家着想，你能跟我出去，再跟我出去闯一闯，相信我一回，以后咱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这个兴许我达不到你的要求，我不会和你去南方，我要保留我的意见，我不会去。谢谢两位，请回。还挺感慨的，46岁的女生还有这种冲动，是不是挺厉害啊？预测一下结局，丈夫没有承诺不去南方，我想等一会儿妻子不会出来了，丈夫依然会出来。您期待的现实结局是什么？就是都不出来。哦，就分开这段婚姻您觉得是最好的？我认为这种风险再婚加闪婚的后果其实已经明显了，就是你不看好他们的婚姻关系。明白。
我觉得两个人都会出来，双出。对，因为毕竟他们婚姻还短，磨合还欠，但还是有一定基础的，也是符合彼此的基本需求的，还是应该珍惜一下。我也期待他们都出来。好，来，曲总，双出是我也认为是实际和最好的结果，应该都会出来。但是我觉得就俩人心怀鬼胎啊，都是想要让自己的利益得到更大化的扩张啊，想说服对方，但我觉得难，我觉得两个人最后走不下去。好吧，各有看法，选择权在人家手里，请开门。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时有雨。咋了？错愕吗？是我们太单纯善良了吗？挺好的，多好啊！这结局还真没有一个人想到，我也没想到。我觉得这个岁数好歹应该珍惜一下吧。错愕了，错愕了，确实错愕了。也行，如果你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及时的修正错误，重新开始人生，也挺好的。祝你们幸福。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老师一起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老师啊，我家那个说怎么会认识我，如果不是我，他不会鸡犬不宁，所有的错都是我，我活该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可在他眼里呢，他妈妈对我特别好，特别好，还能坐月子里，不关心我，不照顾我吗？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才好，请老师帮帮我。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女人坐月子婆婆是一定要伺候的，如果婆婆伺候你，那证明是婆婆的情分，不伺候你，那是她的本分。所以无论怎么样，婆婆是长辈，我们要先心怀感恩。再一次谢谢四位导师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